下车时，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嗨，我现在呢在新竹火车站。趁着大年初一跟家人们一起来新竹这边走不走，预计呢等等要去城隍庙附近吃饭，然后再到附近的景点去晃晃。刚刚发现了鸭肉饭初一没有开，所以现在要走进去城隍庙里面找东西吃。现在正在排内用的点餐。人有点小多，大概前面还有六位左右。等等呢，就是点完餐之后，就是再拿回去座位区吃午餐。那我们就先等一下喽。一碗小的鸡腿饭，然后一个大的鸡丝饭，然后一个大的空豆饭。他说他想要外带肉圆回家，所以我们来到了林家辣丸。这一盒一个220，目测大概有快十颗吧。哎，你要点啊？哦，一样的，一起的。220。现在来到了新埔镇。要来买新竹的名产竹签饼，这个是竹签饼。开箱一下，在新竹买的竹签饼，新埔镇。我买的是综合款，有四种不同口味，像这个就是竹签饼，这个好像是蛋黄酥还是绿豆椪的样子，啊对，绿豆椪，这个是柴酥饼，一个充满芝麻的是核桃酥饼，这个会各有两块，然后这个会有四块。这个只有两块，然后这样子整合是450。然后吃到中间之后呢，虽然他说有猪肉，但是看不出来猪肉在哪，不过饼是偏甜，感觉里面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的馅料。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这种中式糕饼，
就我的状况来说的话，下次可能只会买一块，不可能不会买一盒，一盒真的太多了，有点吃不完的状态。所以我最后把一些饼分给了亲朋好友，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分享。那这是好吃的，如果喜欢吃中式糕饼的人，很推荐试试看。我去买竹签饼的时候，请我弟去帮我把梅花鸡蛋糕的号码牌抽起来，目前是22号，我们去看还要等多久。就跟那个我们家水本那个阿伯做的差不多啊，人家是梅花造型的，可是那个口感味道跟阿伯一样。好，好啦，还好我们没有排很久，那我们就吃完鸡蛋糕，出发竹联市哦。拜拜，走。竹联市的商客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快速的走一圈，跟神明打声招呼之后，就先离开这里，再往下一个点前进。竹联市大概走10到20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到这个新竹公园。樱花刚开，秃秃的，打算在这个公园上面散散步，晒晒太阳。其实这个公园还蛮大。竹公园走到底之后呢，就抵达了这个新竹动物园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